水清的柳川花园，有一间日本时代留下的木造厝，这是过去的台中师范学校，今仔日的台中教育大学。学校的教师宿舍，其中一间就是台湾家彩画之父林志祖的故居。林志祖老师哈，伊是台艺啊上方复出的人哈，阿公是清朝的秀才，啊家境真好。台艺工学校毕业以后，啊因家的人就甲伊送去日本读册啦。啊爸母是希望伊哈能够读医学做医生，啊但是啊，伊对美术足兴趣的。那后来啊，因厝的人嘛，甲伊支持，特别是因老爸吼林全凤啊，啊甲支持伊画图。那伊到十八岁时阵，就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就读美术本科，啊，奠定伊伫画图方面的真好的基础。伫1940年，林志祖当咧日本发展，23岁艺术才能已经受到肯定。当时，伊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一幅9尺长、7尺宽、号名《雕梁》的大图。这幅图入选当时日本艺术界最高点——帝国美术展览会，林志祖的名声嘛愈来愈大。后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局势军甲，伊回来台湾。加入台阳美术协会，手头画笔由原金民创作，画出这个阶段的代表作《母阿囝》《好日》，让伊连续两冬摕到台湾总督府美术展览会第一名。战后，国民政府接收统治台湾，迄当时的台中师范。请伊来担当学校的美术教师，伊就自迄当阵开始搬入这间宿舍，就地成立德里巴画室。同人知影迄个时代资源较欠缺，学校无相关的美术教材，伊就归去家己主编美术课本，佮发起中部美术协会。骨力造作，催杀迄时台湾足欠缺的美术教育。1972年哦，中日断交嘛，教材化哦就被省展没有预期的就给它取消。那林老师就感觉对教材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阻碍了哈，他就想到以素材的观点哈来给教材化证明哈。那水彩性最含水彩入味，油画是用油含油彩入味，那胶彩是用胶水，那调入矿物颜料、水干颜料、植物颜料或者金属的颜料来进行绘画活动。那以安尼证明嘛，得到台湾真侪艺术家的认同，所以在1981年哈，那省展的国画部就取消，把它改为水墨画部跟教材画部。除了努力推广之外，东海大学蒋欣老师邀请林志日老师到美术系开教材画的课程，那使得教材画嘛正式进入台湾的美术系，那对教材画的一个贡献非常大，所以林老师被称为台湾教材画之父。林志祖对日本传承古早彩绘技术，融合台湾见闻加印象来创作加传承。不管时代安怎变化，林志祖坚持用画笔记录台湾的美。